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爸，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个神器，家里有毛孩必备的，这个神器非常厉害。现在里面没有毛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合起来。OK， 它是手动的。那我们看这枕头呢，目前左边都是毛，对不对？右边是我刚清洁完毕的，非常干净，很神奇哦。然后透过静电的方式，我现在直接来做操作示范，这样滚过去，滚了几次有没有？毛就不见了。再这边滚一下，非常的神奇。这是一个算是一个网友推荐的啦，然后我们就去买来试，真的很厉害。所以你衣服上面有毛啊，你不用再买什么那种实验那种高单价的东西去做粘，那个胶带还会要不能重复使用。它这个呢可以重复使用。你看我现在滚完之后呢，看看哦，因为我现在一只手不方便哦，大概滚一下就好了哈。滚完。看一下，是不是都没有毛了？好，我们背面再来一次，背面都是毛了，这个没办法。好，这边再滚一次，我滚这边就好了。手动的，好，滚完之后你看，是不是都没有毛？左边有毛，右边没有毛，所以非常的神奇啊！这边再滚一下。好，滚完之后呢，看一下，来看一下里面有多少毛。那毛在这边收集，你也不需要去换什么袋子之类的，好，非常方便。好，以上跟各位分享这个牌子，可以自己去搜寻啊，我这不是业配啊，我是纯粹爱分享而已。好，好，然后最后工商一下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刺绣的抱枕，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络。好，那我是苹果爸，我们就下回影片再见，拜拜。